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皇帝。今天我们要来拍一个超级特别的企划。有在关注皇帝的人都知道，皇帝是一个非常热爱骑车的少年啊。皇帝有什么车都骑过啊，脚踏车、机车、重机、水上摩托车、沙滩越野车，还有 A 片网站的老司机开车。可怜呐、我就是没有骑过阿嬷的三轮车，所以皇帝我就想，好不好？突发奇想。我想说现在这个时代啊，已经很多人没有见过真正的三轮车了。那皇帝如果我去借一台三轮车去载我妹下课，哇，那我妹不就是全场最靓的仔吗？我已经能够想象我骑三轮车去载我妹的那个画面了。我妹看到我就会说，别人都骑重机开超跑，你就骑阿嬷三轮车来载我，你怎么那么 man？ 还好啦，哥就只是个传说，不要爱上我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不要瞎掰好吗？那为了增加我们这次企划的帅气程度呢，皇帝我还特地去借了一套啊赛车手专用的皮衣，好不好？穿着皮衣，骑着阿嬷的三轮车，戴全罩式安全帽，我靠，帅气满点，好不好？我今天要让我妹永生难忘，她这一辈子都会记得有一个哥哥，好不好？骑三轮车载她。OK， 那我们话不多说，马上出发。这是我第一次穿皮衣，我靠，这是什么鬼？要怎么穿？好像不是这样。我靠，这他妈这一件20000块钱，我真的买不下去。这我不知道在穿什么。哇，对，我穿好了。哇，这感觉好神奇哦！这我不会说，这拉链拉起来，我觉得我会窒息。哇，等一下骑这个，我不会讲。穿这样骑三轮车 ，Oh my god， 看，让我们很壮的感觉。哇，好帅啊 ！OK， 那我们就出发去载我妹妹吧 ，Let's go。我六点车就来，非常厉害。那三轮车，等下各位看到啊，很屌，好不好？很屌。OK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，三轮车，非常的酷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要骑这个，准备去载我妹妹下课。知道怎么拆？非常的帅气英勇，等一下我妹妹会负责坐这个位置，好不好？这个位置她应该是坐得下，反正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成为全场载她最帅的帅哥。你他妈这个出车祸了，你干嘛卡住？等一下，阿外魔法棒好，等一下我就用我这个神奇魔法棒载我妹妹下课，我们先去等吧。嗨 ，Oh my god， 这个会死掉哎！跟后面的阿婆打招呼。嗨，我怎么觉得我要过这个马路很艰辛？平常我骑的挡车一下就过了，我怎么觉得好累哦？我真的快不行了。来，我们来一个超帅甩尾，来，有没有？哦，干这个甩尾，哦，进站，哦，这个全场他妈就我最帅啊！好不好？等一下，那我们就等我妹下课吧。One hour later， 我妹下车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等吧，等我妹妹，超尴尬的。我的小公主，请上车。上车。豪华座椅。真的要叫我坐这个啊？真的。真的。帅吗？蛮丢脸的。儿子丢脸，来，你看，大家都在看着你。好不好？哥哥就载你去散步，好不好？带你去找妈妈。我想，帅哥列车启航，哥哥今天要带你去兜风啊！不会丢脸，好不好？这是爱的象征，代表哥哥很爱你。我想说你穿的皮衣，我想说你可能会骑重机来载我。
没有，骑这个才帅，骑重机一点都不帅，一点都不酷。他要跟着我们走啊？没事，没事的。我等一下会跟这些同学打招呼啊。你们好，你们像上课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们哪一间学校的？好，很好，没人理我，很棒。太尴尬了。今天哥哥我啊，一定会带你们。嗨，你们好，哪一间学校的？我对你们施魔法，祝你们会变聪明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心情非常的愉悦？没关系，等一下哥哥带你去找妈妈，我们成为全菜市场最帅的兄妹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定可以赢得胜利。帅哈！人家跟我们加油。我很丢脸，我们要感到很光荣。我们现在全速前进，快翻车，快翻车，快翻车 ！OK， 我们快到菜市场了。嗨，你好，好不理我，很好，真丢脸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是这个路上的霸主啊。没关系，我开车的话很稳啊，骑车很稳。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还是我们要直接骑进去。我刹不了车，他这个刹车系统有问题。全场就你最帅了，哎咻。OK， 我们先把这个棒棒留在这。OK， 走啊，有没有觉得你很幸福？并没有，并没有。这酒高啊。OK， 有看到妈妈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OK， 你有感受到哥哥对你的爱吗？没有。OK， 上车。太累了吧？不会，我觉得蛮轻松的。阿姨，嗨！按象摸大象。哦，快不行了，快不行了！嘿，嗨，你好，我们到目的地了，下车吧。哦，不行了，我准备的那么辛苦，结果，书包拿着，这只给你拿。好，拍照。OK。可以拍照吗？跟我拍照吗 ？OK 啊 ，OK 啊。OK。你们谁的手机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看过你那个小青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。我现在知道你很美了。哦，我是和美人，对啊。尬聊尬聊。那这一部影片呢，是在今年的年初拍的，所以你会看到路上很多人其实是还没有戴着口罩，因为那个时候政府还没有下令说，就是所有人都要戴着口罩出门这样子。那之后我的日常频道也会频繁的更新啊，因为前一阵子实在是太忙了。那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，帮我分享这一部影片出去，好不好？如果影片能够获得更多的回响，皇帝我就会努力拍出更多的影片。那各位还希望我怎么整妹妹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留言都会去看。OK， 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